香港某别墅内正在举行生日宴会，到场的客人皆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黑大佬，他们有的是同门，有的是仇敌，一言不合随时可能动起手来。这不，宴会还没开始，大少和另一黑大佬就因一句话翻脸，两队人马剑拔弩张。就在双方正要动手之际，一位老人突然吼道：“他叫东叔，是香港最大黑帮的龙头，香港众黑大佬齐聚，也正是恭贺他的大寿。别看东叔如今这番模样，当年的他可谓是香港最狠最出风头的社团大佬。几十年前，他凭借好勇斗狠称霸江湖，为了扩大利益，东叔甚至将事业做到亚洲各个角落。如果有人敢跟他作对，就算对方是警长也难逃一死。不同于其他黑大佬，东叔出来混靠的是两个字，一个是狠，还有一个就是义。他对待帮内兄弟胜过家人，妻子早年因帮派混战去世，东叔没有为其流过一滴眼泪，反而为在此战中死去的数位兄弟痛哭。这样的处事态度让东叔有了大批为他卖命的小弟，有了这些人的支持，他的帮派在香港顶上了十几年。然而他的辉煌却止步于一场暴乱，为了交易货品，东叔来到越南，不想此地突然发生动荡，他的仇家趁机杀出，东叔大女儿当场被砍死，始料不及的他被迫躲进贫民窟，仇家追了进来，他们怀疑居民将东叔藏了起来，便将屠刀伸向这些无辜的人。眼看屠杀将至，一名男子站了出来，他以一敌众暴揍匪徒，混战中藏在床下的东叔被发现，他立马遭到围攻，好在神秘男子武力惊人，他一人干掉了全部杀手。最后警方赶到，神秘男子扛着重伤的东叔将其送到警察首都，得益于神秘男子的相救，东叔保住了性命。在住院这段期间，他想了很多，随着年纪变大，东叔意识到了家人的重要性。几天后，东叔为女儿举行了盛大葬礼，他的儿子阿成从澳洲赶了回来，东叔看到许久未见的孙子，他露出了少有的慈祥面容。给大姐献完花后，阿成将此事怪在父亲头上，他对着父亲吼道：如果你不出来混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事，大姐也就不会死。东叔妻子早年被仇家所害，导致阿成自小痛恨黑帮，更痛恨这位带兄弟胜过家人的父亲，两父子的关系早有裂痕，这次因大姐的死加深了他们的隔阂。阿成一气之下带走了东叔最爱的孙子，然后毅然飞回了澳洲。儿孙的离开让东叔意识到了自己以前犯下的过错，如今老了的他才知道家人比帮内兄弟重要的多。之后的日子，东叔退出了江湖，断绝了不法生意，他开始投身慈善机构，做起了善事，身影也渐渐消失在了黑帮界。除了大傻等小弟非要给他举办生日宴会，东叔这些年来都不曾与江湖人士见面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几年，东叔60岁生日这天接到儿子阿成的电话，阿成见父亲弃恶从善，并且保持了这么多年，他发自内心感到高兴，并邀请父亲到澳门和他一起生活。两父子冰释前嫌，东叔可谓喜上眉梢，心情大好的他来到一码头，和一位老友吃着火锅喝着酒，他将心中的喜悦与其分享。这位老友便是在越南救过东叔命的男子阿汉，之前为感谢阿汉的救命之恩，东叔送给对方这个码头，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得知东叔将去澳洲生活，阿汉自然高兴，他知道这是东叔最大的愿望。酒过三巡，临别之际，东叔不顾阿汉的推辞，递给对方一张支票。这一别，两人相见可能就难了。阿汉深知其意，只能默默祝福东叔。第二天，阿汉员工遇到一偷渡女子小红，阿汉见对方可怜，便收留了对方。为不让小红被警方带走，他只好请东叔帮忙弄一身粪证给小红。东叔认识阿汉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对方主动求过自己，虽然自己不再过问这些不法事宜，但他还是选择了帮阿汉。东叔让小弟阿威处理这件事，不曾想这个阿威是个老色鬼，他一般帮女人做事都会占其便宜，因为不知道小红的来路，他和往常一样想占有对方。小红拼死反抗逃出房间，关键时刻东叔和阿汉赶到，他临时想起好色的阿威可能会对小红心怀不轨，所以才匆忙来此。如今一看，果然如他所想，眼见小弟不讲道义，东叔气不打一处来，他直接挥棍打断了阿威的一条腿，就算退出江湖，东叔也要坚决维护自己的道义。不曾想阿威这边给东叔惹了麻烦，他的另外几位心腹更是捅了大篓子，这几人分别是东叔最器重的兄弟大少、刚哥，还有日本人山本，这三人以前曾是街边落魄的古惑仔，东叔见其身强力壮，便拉进帮内做打手。三人不负东叔期望，渐渐混成了双花红棍，地位也是一步步提高，成了东叔帮内的三位扛把子。不想他们虽然年纪大了，但仍有一颗打拼的心。三人见东叔收山做起了慈善，他们跟着捞不到油水，改做正行又没有经商头脑，为了赚钱，
三人只好背着东叔干起了贩卖毒品的勾当。最近他们的行迹被暴露传到了东叔耳里，东叔让三人趁早收手，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只有正行才能心安理得的赚钱，走以前的老路终有一天会自食其果。大傻几人听从老大的话，只能暂且放下贩毒一事。他们私下开会怀疑身边有卧底，所以才会暴露行迹。经过一番调查，大傻断定卧底来自自己身边，正是他最器重的一位小弟。大傻是个莽撞之人，他先是问小弟自己对他如何，小弟表示大傻哥对他很好，然后拿起叉子吃菜。出去！东叔公司那件事摆明是闪你的，你他妈的，我跟你做了这么多的弟兄，你竟然卧底来整我。大傻直接一刀剁掉对方的手指，将其暴虐。关键时刻警方赶到，为首警长迪哥是卧底警察的弟弟，见哥哥被虐得如此之惨，他怒火中烧，拔腿追击大傻。大傻见无退路，便挟持一员工做人质，不想现在迪哥已失去理智，他不顾人质安危，让大傻赶紧开枪。大傻听后直接懵了，结果被人质偷袭，两人摔倒在大厅，大傻被警方擒获。迪哥为帮哥哥报仇，将大傻抱走，以此发泄心中怒火。大傻被带走后，迪哥来到医院，哥哥的一句话让他心中纠结万分。何振东，这十几年已经收手了，可以从那三个手下着手。其实迪哥两兄弟卧底在大傻身边的原因，是为了逮捕黑大佬东叔。因为几十年前，他们身为警察的父亲被东叔所害，子报复仇理所应当。就算现在东叔弃恶从善，迪哥也执意认为东叔必须为之前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。大傻被抓，他的同伙刚哥和山本立马找到东叔，两人请求东叔想办法救出大傻。东叔怪罪几人当初不听他的话，眼下这种情况他也没有法子，毕竟现在时代变了，他以前认识的警长们早已退休，没了白道的关系，就算是他也无能为力。东叔劝告两人去国外避避风头，大傻的事他再慢慢考虑。东叔离开后，刚哥和山本对视一眼，他们觉得东叔似乎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讲道义的老大了，但为了安全，两人还是离开香港躲到了日本。奈何迪哥早已盯上两人，他亲自带队来到日本，将两人抓回香港。就这样，东叔三位心腹皆被警方抓获，迪哥利诱三人让其将东叔之前的罪行供出，自己可以帮他们转做污点证人。大傻最讲道义，他不愿背叛东叔。迪哥见状，只好将东叔几十年前的旧账一五一十全部说了出来，并将其最严重的刺杀警长一事也讲了出来。而且迪哥知道，当时东叔派的杀手正是大傻他们三人，最重要的是死去的警长正是他的父亲。三人听后大为震惊，他们知道迪哥的态度，这次想要蛮混过关是肯定不可能的。迪哥让三人好好想想，然后离开房间。等迪哥走后，三人开始商量，港哥和山本将之前和东叔的谈话告诉大傻，两人表示既然东叔见死不救不讲道义，那他就不再是我们以前尊敬的老大，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他而悲罪。大少听后也动摇了，一边是道义，一边是伏法，三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最终做出了决定。第二天，东叔遭到法院起诉，他被迪哥带走，开庭之前帮内律师告诉东叔，大少刚哥和山本做了污点证人，称要指认东叔以前的罪行。东叔听后不为所动，他知道三位小弟的为人，自己以前对他们恩重如山，对方怎么可能会恩将仇报背叛自己呢？开庭后，东叔依旧面不改色，他始终坚信大傻三人，奈何现实是残酷的。随着三位小弟的供词说出，东叔渐渐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当时我年少无知，他拿钱给我花，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是日本人，是何振东带我到香港来的，当时人生地不熟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被他利用。我完全明白当年所做的是犯罪行为，但是何振东他恐吓我，如果当时我不照他的话去做，我跟我的家人都有生命危险。他们胡说，都是假的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东叔最终还是败在了兄弟手里，此时的他由愤怒转为悲哀，他出来混的时候就已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毕竟自己曾经确实做过坏事，现在报应来了，他只好认栽。唯一让他不解的是，出卖自己的竟是三位最器重的手下，一向讲究道义的他最终却败在道义手上，这让他心如刀绞。更让他悲从心来的原因是，他的儿子阿成正从澳洲赶来，准备接他回家团聚，但现在出了这事，不知阿成会如何看待他这个父亲，好不容易愈合的父子情是否会再次破裂，东叔又是否能迎来一家团聚呢？关于东叔的结局，
由于时间有限，我将再下个作品解说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。最后再提一句，你觉得东叔这样弃恶从善的黑大佬迎来这样的结局是否值得可怜？欢迎发在评论区与我讨论讨论。好了，今天的老港片就讲到这里。我是一个是要讲完所有经典港片的解说，喜欢雷哥的话麻烦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